人民这党主席林奕雄宣布，明仔载将展开禁食行动，一直到政府停健考试为止。民进党家己市长参选人涂新特召开记者会，侯友民将伫四月二十二号禁食一天来声援林奕雄。家己市议会民进党团甲议员蔡英芳、蔡英泉，更将要伫五月的定期会当中共同提案支持考试公投特别条例，要求考试厂运作重大议题应该交予全民公投来决定。民进党家己市长候选人涂新特领着反日阵营，齐声高喊响应林奕雄二二反核四，声援将要伫咧明仔载开始展开禁食活动，一直到政府停建核四为止的前民进党主席林奕雄。明天下午哈，就会上去这个台北，跟我们的这个民进党哈的党公职，他们我们已经要开始展开声援林奕雄。前辈的敬坐敬食的这个活动，后面呢我们会接到这个党中央的一个主事，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议员，我们所有的民主前辈都会来配合。不只是行业民众共同响应禁食一天，刚以市议会民进党团含议员蔡英芳、蔡英泉，更将要伫咧五月份的定期会当中，共同提案来支持着核四公投的特别案例，更点名有意思要来参选市长的候选人，应该爱针对着核四的议题公开表态。我当然非常希望你说的，我的对手就是陈以真的话。为了年轻人的未来，我相信他应该也站出来反核四，至少出来说让核四公投吧，这个是我衷心的期待。面对着涂新特要求表态，国民党家己市长参选人陈以真透过办公室发出新闻稿，强调家己一贯拢是支持非核家园的理念。调查政党应该要赶紧对话，找出明确可行的具体方案，解决核四的重大争议。在咧核安疑虑还未彻底消除之前，核四实在不应该来继续行建。最新新闻，中国边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